我们来准备50克红叶花生，100克红豆，还有30克黑糯米。清洗一遍，然后再用清水浸泡2个小时以上。我们的豆子泡了有2个小时，看这个汤色已经变成红色了，把它倒到炖盅里面来。再来加入适量清水，再来把红枣加进来，再来加入2块红糖。炖这个粥呢，我一般会提前1个晚上放进去炖，预约好时间就可以。我们选择包粥键来炖，然后按上预约的时间开始就可以了。我们再来洗一些枸杞，差不多炖好的时候就可以把枸杞加进来，再炖20分钟。好了，时间到，炖好了。这个粥呢炖出来特别香，你看这个豆子呢已经炖得很绵软了。我们来舀一碗出来看一下，我们这碗粥呢大人小孩都可以喝，特别是气色不好的女人可以经常煲来喝，喜欢的话可以试一下哦。我们这款党参黄芪黑豆炖瘦肉汤呢，它具有补血益气固肾的作用，特别适合那种爱出虚汗的人群喝，喜欢的话可以试一下。
较喜欢煲给小孩子喝的一款汤，它具有清热去火、润燥的作用。这个汤呢，口感比较甘甜，小孩子比较容易接受，喜欢的话可以试一下。